DL16 里面是内刷嘛，它比较偏合身一点。那我178公分65公斤穿的是一个 XL 的话，基本上也是一个 USV 的一个版型。袖子的部分也都是偏合的，肩线也是安稳的在这个肩膀上。胸围部分手举的状态离我身体应该只剩5公分左右，旁边的一个45度角插带，左右对称的一个贴带部分，下摆大概在于腰部拉链的一半或者是底端一点，翻领自然垂坠的一个效果。可以用的风格上实际试过比较适合USV VST06 我觉得背心它的贴带非常的低调，比较服帖的一个版型，偏 USV 的。穿 XL 号也是一个合的状态，开口部分也是偏 USV， 面料是一个斜纹工作布，下摆部分大概胯部拉链的一半在上面一点点，拿来做 vintage 比较偏古着的东西。 P401 里面的打底的这款衬衫，变形虫啊腰果花的一个图案好是满版的，它没有到很宽松，微宽松的一个款式，顶多算穿搭件，不到 oversize， 是一个短袖就把它带过。因为这个打底的穿 L 号 JG189 风琴贴带，它的面料聚酯纤维，腰部松紧带外加抽绳，裤管还有在做抽绳，裤型的话其实有点偏宽。